二三，三四五。创意。我去东南亚骑行一圈，我都没有去看大象。来到了桂林，第一站的景点就来看这个打卡象鼻子的地方。国内的旅游行业确实是需要这些拿着退休金的大爷大妈们支撑起来啊。我还疑惑这里他时间写的一样，为什么要写两个？原来他是改的，前面时间不一样，贴了个补巴，能看出来吗？这边这个景区就是两江四湖。不要睡觉，现在是九点多了。我是要海燕姐，不用不用，我要海燕姐。大龙似乎就在这儿。再说白了，你看家人们看这样的景哈，其实全国地就像这种人文景观呢，有好多那种美景。但是到了阳朔就不同了，阳朔那种桂林山水画就独一无二了。我说姐姐，这个就是给他卖的。姐姐妹妹，对吧？姐姐妹妹，快点！啥便宜？粉服装，粉服装，民族粉服装，拍照啦，走了。有人非要去看那两个塔才有快乐，有人抱着这么一个球就能开心。张宝广，唱得不好，准备做个爆款啊！
睡，睡这里，这样睡。我刚才听歌的是在那边，他们还不走。12:17，唱歌的终于走完了，那个刚走，然后还有钓鱼的。我今天晚上在这睡。哇，这个灯光显示的都看不出来我的垫子，看。非常的不错，这睡袋脚伸到这之后，这边一盖刚好可以把我头盖住。晚安，头盖住了就蚊子就咬不到了，拜拜。